组有没有亲友团啊？帮帮忙，拍手。精英奖各个奖都入围啦，哦，来，真的蛮难评的哦。首先是现场表演奖60000元跟奖杯一座，我们请次长接奖。现场表演奖得奖的是，哇哦，血肉果汁机跳出来，血肉果汁机好厉害，请到舞台中央，谢谢。合影留念，谢谢，恭喜哦！好，请回位，待会还有机会拿其他的哦。接下来 ，Give you all 佳作一样，满额三组。好，第一组是佳作，第一个得奖的是廖世贤，恭喜廖世贤。奖金和奖杯一座，哇，佳作得奖的是沈怀一，三个圣杯，恭喜你看你的幸福呀，我的幸福呀，恭喜三个圣杯，应该得奖了300000。好，欢迎再来啊！接下来佳作第三个马上公布。第三组的得主，得奖的是黄培玉、曾吉朗、咖啡。好，恭喜！恭喜你，可以跟咖啡有关系的啦。咖啡，咖啡，好，来，一首画桃井，谢谢你。请集结在我们这区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来，老师麻烦佳作的，来，谢谢，集结一下。我们往舞台的右手边这边稍微好，其他几组往前站一步，往前站一小步。恭喜你们听牌了，今年度的最后三个奖哈，听牌了，请公布第三名。1/2的机会，加油！三奖得奖的是黄国汉，电火王。有没有？美秀集团啊！美秀集团，恭喜！恭喜！优秀！好，请看前方。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后起之秀啊！谢谢。好，请回位。还有两个。哦，亚军。第二名20万元，看不出血肉果汁机的表情，一起麻完了，戴面具的好处，亚军是廖博仪，谢谢。